那下半场为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曲子是《三首诗》。这首乐曲呢，是英国作曲家史蒂夫·马歇尔为中国长笛演奏家刘永泰老师所创作。每个乐章呢，主题都是自然元素的发想。我们今天演出选自前两个乐章《The Mountains》《The Sky》。作曲家运用直笛与中国笛音色的不同，巧妙地呈现生机盎然的山景和昼夜变幻的天空，仿佛大自然浮现在眼前。那这边跟大家做个提醒，本次只演一二乐章，乐章中间请勿鼓掌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校友团带来演出。
刘永泰老师。